嚟到八月又要捉住夏天嘅尾巴啦，上年我就同大家 DIY 染咗个粉红色嘅渐变头，今次就同大家整呢一个去沙滩同野餐用都系咁 hit 之班，非常湿性嘅花花眼镜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先。话明系整眼镜，就梗系要有一副眼镜啦。跟住又喺深水埗买嘅塑胶菊花，仲有好多字母之字，而用具都系好简单嘅，就一支热熔胶枪咁大把啦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开波。咁首先就揿住粒胶花喺个眼镜角嗰度度下位啦，因为你唔想将粒胶花咧黐得太入就阻住个视线，或者黐得太出咧就会好骑呢噶啦。咁又用铅笔 mark 低有条线，咁呢个位咧就系要阵间接热熔胶嘅地方啦。跟住就睇下支热熔胶枪热未啦，摸到佢兴过辣鸡嘅时候咧，就即系话佢用得啦。喂，我表演黐胶花，咁咧就要将啲热熔胶即系头先做咗记号嘅地方，然后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即刻将佢黐上去，因为啲胶系好 Q 快干嘅。跟手仲要压一压佢，如果唔系佢又好容易甩噶啦。之后系咁以就将两粒细花都黐埋上去啦，如果唔系嗰粒大花就会好孤零零一个人噶啦。由于时间嘅关系，我已经整好咗一边啦，咁你跟手整埋另一边啦。噔噔，净系咁样都已经够晒啦。终于都轮到我嘅芝芝出场啦，就系、是、Hello Summer 啦。大家可以 design 一下想要贴啲咩字句啦，但系喺贴之前咧就记得要度下位先，睇下两边嘅字母咧字数对唔对称啦，同埋会唔会太长或者太短，因为咧惊嗰副眼镜系唔够位俾佢贴咧就会好核突噶啦。跟住仲有一个小贴士咧，就系你支热熔胶嘅时候咧，两边都系记得系由外黐向内，就唔好调翻转，因为咧你将啲珠珠由中间黐起嘅话咧，黐黐下去到花花嗰边先发现哦扑街唔够位啦，咁啊你又濑嘢啦。咁就搞定食碗面啦，出面买呢啲眼镜成百九几蚊副，米仔一女，自己 DIY 整好过啦，即刻带出去威威先。我要带住佢出去揈啦，拜拜。啊，唔记得再讲啊，买猪猪嘅地址我写咗喺 info box 入面啦。哈哈，我都知道我潜咗水好耐噶啦，但系呢期真系太多应酬，搞到冇时间拍片。但系 anyways， 如果我拍 Q&A 嘅话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睇咧？有嘅话就喺下面留言话我知啦。多谢大家支持，拜拜你条尾。